抱歉，姐妹们，我要结束我的龟山假期，回到我的十三哥的身边去了。真假的？他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帮他承担罪名，等我一出去，他就立刻准备一个盛大的婚礼等我。夏之熙，你那个什么十三哥的，已经半年没有写信给你了。我的十三哥啊，现在有份正当的工作，太忙，所以没有时间写信。三哥早就移情别恋了。他说为了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大老板，赚大钱，给我过好日子。阿信，你醒一醒吧！你那个赵十三啊，欠我三个月房租都没付，趁着三更半夜带他那个大肚子的老婆给我跑掉。谁啊？阿信。那个第四台来收钱的，杨怡经纪栅栏了，准备开多少？300。啊，那只是颗玻璃耶。你的手艺这么好，不会被发现的。为了我们的结婚基金，就最后一次了。最后一次。哎呀，富比是金控夫人，演玉又要看这条娜迦公主，不好意思。我必须赶过去。什么？你还约了别人？你立刻取消他，这条项链我要。是是是，夫人，来，您只要把300万汇入我们公司的账户，这条爱的魔法就是属于您的了。我们是警察，现在以珠宝诈欺现行犯逮捕你们。抱歉，姐妹们，我要结束我的龟山假期，回到我的十三哥的身边去了。真假的？他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帮他承担罪名，等我一出去，他就立刻准备一个盛大的婚礼等我。夏之熙，你那个什么十三哥的，已经半年没有写信给你了。我的十三哥啊，现在有份正当的工作，太忙，所以没有时间写信。三哥早就移情别恋了。他说为了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大老板，赚大钱，给我过好日子。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啦！大家安分点。我是在替你着想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是被男人骗了，替他顶罪。可是这个男的却在外面给我生了三个小孩，我却在这里。我知道你在帮我打预防针，可是我17岁就跟了十三哥。十三哥说，这世界上只有他对我绝对不会变，不用替我担心。这是三哥为我添的，不准挂。阿信，你醒一醒吧！你那个赵十三啊，欠我三个月房租都没付，趁着三更半夜带他那个大肚子的老婆给我跑掉了。你是他以前的女朋友，你就好心帮他付那3万块房子吧。你乱说，什么大肚子的女人，谁可能倒着撩？大家可能从西边出来，我们家赵十三绝对会背叛我！你这个八婆乱说话，你是阿信，别激动啊！死老 K， 在车上放什么玩具打火机啊？好啦，既然你这样执迷不悟，我干脆全部告诉你好了啦。你被人家抓去关不到一年，那个赵十三啊，就带一个餐厅女服务生回来住，现在都已经大肚子快生了，两个人才在补发帖子嘞，动脑筋动到我头上。想 A 我的红包钱，没良心了！你看，贴在那儿的嘞。你
去帮他顶罪坐牢，你以为他会感激你，把你当个宝啊？你别傻啦，哪个男人会爱上有案底的女人啊？用这种十几块钱的塑胶烂星星就想骗女人去帮他坐牢，这种男人哦就是瘪三啊，只有你这种笨女人哦才傻得相信这种骗子。说够了没有？坐过牢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凭什么这样说人家？哭什么？人家这样随便讲讲，是人是假还不晓得。走。谁啊？阿星，老公，是谁啊？那个第四台来收钱的，我来处理就好。阿星。你出来了，他是谁？他是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答应要娶我，你的承诺呢？阿信，嘘。